那个吃棒棒糖要吃到什么时候啊？吃到什么时候？这里还有小叮当哎，还有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？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巧克力。巧克力。是浅浅的巧克力。今天这里没有妖怪手表了。对。这个是海绵宝宝，然后下面是蛋蛋。这有每一种妖怪。你要妖怪手表的养乐多？你要哪一个妖怪？我们今天已经有巧克力了，回去再吃。我这个。你要那一个啊？还是你要喝？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是哪一种妖怪？我看，那个是吉胖喵的。一颗。你要哪一个？哪一个喵？我这一个。这个是忍者喵。嗯，我要忍者喵。啊，那这里有吉胖喵的。那我要这个。那这里还有那个达尼。我要这个。这里有普普通通。我要这个。这个是忍者喵哎。嗯。这么多哎，这里还有玉米。对啊。哇，这个玉米好像很好吃吧？还有这个。还有布丁哦。啊，给你吃一口啊。没有煮啦。嗯，没有煮。啊，可是我想吃耶。这个还有很大的布丁耶。对。看这么大的。你看。那你要买这个吗？要。那你的钱钱呢？啊？你才有钱钱。那依依的钱钱呢？是你的钱钱。还是你要吃这个辣辣的？不要不要。不要。爸，我们去买吧。你要买那一个吗？嗯。哦，啊，现在这里没有玩具了耶，你看。你看。啊，这里没有玩具了耶。是在这里吗？这粉红猪小妹。粉红猪小妹的饼干哎。还有谁的面面？你喜欢吃这个面面？我喜欢吃这个。那可是王子面哎。你喜欢科学面吗？啊？喜欢。这里还有妖怪手表的海苔。这个是吉胖喵，我们家还有很多海苔，对不对？对。啊、哦。它有真油味。啊，要打开海苔要不要很小心？哦，要小心哦，不然那个刀拿刀子会手会受伤。像这样，像这样。已经好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已经受伤哈、哦。已经蛮快要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改天要拿要很小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踩海苔。好吧，那我。